有无线最强 body 之称的郭佩敏，早前被发现同男友人一起去音乐节，身穿 tube top 的她身材表露无遗。今日是另一个玩水音乐节的第一日，原来郭佩敏都约了潘明璇一起去玩。今次她一样着住紧身衫，透出内里的比基尼 bra top 不得止，背心上还印有 WET 字样，相当诱惑。